相传，取得六大门派令牌，便可号令江湖。天煞会黑煞为一统江湖，派出大弟子修然抢夺令牌。昆仑、华山、少林寺、千独门接连遭修然灭门，被夺走传世令牌，江湖一时血雨腥风。 唯独凌云阁少主江离然，带着传世凌云符，隐藏深山之中，才免遭追杀。自此之后，天煞会也成为江湖第一大派，武林中人人自危。
今生今世永不相离。凌云符在哪儿？我修忍从不杀女人，你不要逼我。去江湖上报消息，让他江丽然用凌云符来交换他的心上人。凌云符乃凌云阁的传世令牌，眼下凌云阁皆已灭门，只剩那个江丽然少堡主，想必他定不会为一个区区女子以身犯险吧？会不会？世上一事便知。我们可答应过仙掌门，会好好保护这凌云符的。倘若这凌云符落在天煞会手中，整个江湖就会任由黑煞那个大恶人摆布了。给我。你我二人逃至这荒野林间，为的不就是为了好好保护这凌云符吗？凌云符固然重要，可是轩儿与我，我自然知道少爷与彩萱师姐青梅竹马，可是我想彩萱师姐也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。想用我换凌云符，休想！不管怎样，当务之急要先将彩萱救出来，若晚去了一步，轩儿就恐遭不测了。师哥，我要的东西你可有带来？雪山派白万里，多谢公子出手相救。哦，在下谢过白长老护我小师妹逃离才是。不必。不过，雪山派一向偏安西域，为何？此番天煞会之祸，不仅危及中原，更祸及西域。他们强行夺走了我雪山派令牌天山雪牌，致使我雪山派惨遭了灭门之祸。黑煞虽然得到了令牌，却依然将我和弟子们关入地牢之中。如今能解天下水火的只有公子身上的凌云符了。白长老放心，晚辈必定用余生之力守住这凌云符。只怪晚辈不才，功力远不如黑煞那老贼。
放眼天下，能与黑煞一决上下的，也只有传说中的绝世高手南宫冷了。南宫冷？没错，如果能请得他出山的话，少有一线希望。不知白长老可知南宫冷前辈的所在之处？这个徒儿无能，愿受师父责罚。身为我天煞会最得意的大弟子，犯下如此低级之错，是应该反省反省。我没事。慢点。刘叔，你好。少爷，救我！都怪我，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也毁了。凌云符固然重要，可若无你，茫茫江湖万里繁华，该与何人说？你们应该感谢我，若不是我机智的将凌云符掉了包，现在凌云符恐怕早已落入了那天煞会之手。总之，只要凌云符在，我们在，凌云阁便在。嗯，没错，你们在哪里，哪里便是我们的家。嗯。师姐，师姐，秋，师姐，秋。掌门吩咐，没有他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今日我办事不力，惹得师父动了怒。这是我刚刚煎好的去火汤茶，还请师父趁热服下。彩萱师姐不会有事吧？她只是中了天煞会的天阙毒，此毒乃天煞会毒宠，江湖上能人异士如此之多，相信一定有人可以解除此毒。嗯，小尾巴这就去收拾行李。何玄妙！南宫冷，你终究还是输给了老夫。
神医！若寻解药，明日中午到风云酒楼。启禀掌门，我天煞会已取得的令牌不翼而飞。看守弟子也被重伤。何人如此大胆？据被打伤的弟子所说，是修染师兄。哎呀，发财！解药在此，凌云符可有带来？把凌云符给我。且慢，我有一事想。二位客官，小的进错了屋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小的这就告退，这就告退。少爷，快走。
还亲手打伤了自己的师兄弟，做出了背叛师门如此大逆不道之事。我从来都没有过师父，有的只是不共戴天的仇人。我黑煞果然没看错人，你竟然能在我身边隐忍十载。交出令牌，老夫捏在当年杀你父母之事上饶你不死。交出令牌，那你倒要问问我父母的在天之灵是否同意了。不自量力也罢，老夫今天就一并灭了你这欺师灭祖之徒和那凌云阁的余孽。你修为棒黑煞，你我二人的恩怨不要牵扯他人。老夫的名字也是你叫的，今日你们二人若不将六大令牌归还于我，修为棒，修为棒，修为棒，这便是你们的下场。黑煞，我要将你为小尾巴血债血偿。小尾巴的死你也难辞其咎，怪就怪他自己那么弱小，却偏偏又来送死。那天若不是他打扰我的计划，说不定我早已经大仇得报了。解药在此，拿去给他服下便是。谢了。不必多谢，这只有一半解药，暂可缓解他性命之忧而已。一半解药，剩下的解药在事成之后我会全部给你。小心疼。师哥，萱儿还是喜欢以前你这样逗我笑的日子。萱儿，待你解毒之后，我们便归隐山林吧。我们远离江湖是非，去过属于我们的田园生活，如何？师哥，咱们会有那一天吗？相信我，一定会有的。剩下的解药在事成之后我会全部给你。计划就是你我联手变成令牌背后的神功，然后一起杀掉黑煞，拯救我们。
你是谁？你竟然还敢回来？有何不敢？还不速速禀报师傅！告诉你们主子，他若还想要回令牌，就到此处来找我。岂有此理！他修然竟敢如此无视我天煞会！不知师傅。你怎知黑煞定会前来？黑煞一心称霸天下，这令牌于他而言简直比他的命还要重要。待黑煞现身，我们依计划行事便可。唱，这定是耗了你多年心血之为的。区区二人之力，就想与老夫为敌，我看是自不量力。愤恨之力可以激发无限潜能，这可是你教我的。没错，老夫也曾教过你，自不量力乃武林的大忌啊。黑煞，今日我要杀你为小尾巴报仇。交出我要的东西，我饶你们不死。那就要看你有没有命来拿了。学走的雕虫小技，竟然还拿出来卖弄！你的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莫非这就是？没错，这就是你心想要的令牌秘籍。这绝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黑煞，你当真以为全天下只有你一人知道令牌背后的秘密吗？好啊，接下来老夫倒是要看看你如何来面对。星儿，别动！星儿，师兄，我白长老他为了保护我，雪儿你放心，我一定为白长老报仇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你已经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还说什么大话？黑煞，你真卑鄙！卑鄙？你们偷学老夫的功夫，难道这就不卑鄙吗？我乃为武林除害，你却为称霸江湖，无恶不作，是非不分。何为是？何又为非？老夫只不过是一心想要统一江湖罢了。这与你们一心想要找老夫报仇，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？况且，若不是那些自不量力的拦路虎前来阻挡，老夫又怎会取其性命呢？秋儿，若是你乖乖地替老夫除掉修然那个叛徒，老夫自然放你心上人一马。动手吧。秋儿，之前的解药并非一半，而是全部。待会儿见我的眼色行事即可。这是我与黑煞的个人恩怨，与你无关，带此走便可。娶你为妻，萱儿，你坚持住好，萱儿。师哥，我能死在你的怀里就够了。一定有办法，对不对？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你说话呀，萱儿。这袖里乾坤刀虽并无实体，但可直接打入人的体内，最后会让五脏六腑衰竭而亡。一定有办法，雪儿，你坚持住，一定有办法的，雪儿。师哥，你答应我，不要因为我放弃你该做的事，不要放弃。萱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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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萱儿，萱儿，萱儿，萱儿！徒儿这就去夺回令牌。慢着，发布江湖追杀令，修然杀无赦。是。我倒要让天下看看背叛我黑煞是何等的下场。当年，我父母也是被黑煞的袖里乾坤刀给杀死的。
我在他身边隐忍了十余载，为的就是有一天能为父母报仇。十年前，凌云阁惨遭灭门，我早已忘记了父母模样，是轩儿和小尾巴陪我熬了过来。那是什么？不要生气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。都怪我，我本以为练就了令牌秘籍上的绝世武功，便可以与黑煞背水一战。我不该把你们卷进来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不惜一切追杀黑煞，让他们还债的。你根本不是黑煞的对手，你走吧。其实没有你，黑煞也一样会为了搜寻令牌，将我们赶尽杀绝。真正害死轩儿的是我。这令牌，就由你去归还六大门派吧。该做的，能做的，我都做了。接下来，只有靠命了。修然，修然，你怎么样？修然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因为只有你醒了，才能回答我，你胸口的图腾为何物？此乃天煞会的标志。什么？据黑煞所言，只有他的金川大弟子才有资格赐此图腾。当年，我并不知道黑煞是杀我父母之人。直到我成人礼那天，他亲手为我刺上与他身上一样的图腾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早已认贼作父多年。此人的标志，是否在右手手腕之处？想当年，我眼睁睁看着手腕有此标志的蒙面之人，在我面前屠害了我父母，使我凌云阁惨遭灭门。黑煞武功虽高，
但不无克制之法。当年他与南宫冷在华山一战，大战三天三夜，要不是黑煞用毒使诈，恐怕早已死于南宫冷之手。南宫冷，这放眼天下，能与黑煞一决上下的，也只有传说中的绝世高手南宫冷。南北山皆已寻遍，未见人烟，确定此处。传说就是此处啊。哎，走走。这位婶婶有礼，不知是否在山谷附近遇过一位蓝衣高人？这位婶婶，我们是来找南宫冷高人有要事相求的，事关天下。此处没有什么南宫冷、北宫热的，只有我这么一个老太婆。多谢。我去那边问问，请问你是否见过一位身穿蓝衣的高人？没看到。去去。这位婶婶有礼。看你二人在这此山间寻找了几日，劝你二位请回吧。再这么寻下去也是徒劳的。婶婶所言极是。我们在这附近寻山寻了几日了，却皆无音讯。听说这高人就在这附近，婶婶住在这儿，不知可否指点一二呢？南宫冷倒是没有，不过听说那后山倒有一个隐秘之处，不知对你们可否有帮助？多谢多谢。拜见前辈。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方才有得罪之处，还请前辈见谅。前辈，如今天煞门横行霸道，黑煞滥杀无辜，害得江湖风雨飘摇，晚辈斗胆有请前辈出山。眼下只有用激将法试上一试了。
你们要在了尽前缘去吧。待我们杀了黑煞那个恶人，不知兄台今后何去何从？天下之大，四海为家，以天为盖，以地为榻。好一个以天为盖，以地为榻。倘若这天地间不再有不平之事，我定追随兄台，以梦为马。有人的地方就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不公平。天下之大，你又怎么管得过来呢？不求达及天下，只求问心无愧。哎，你那快点啊！好了，完了。搭把手啊！哎，好了，来了哈！哎，掌门，大家安静一下。哎，掌门，我相信，在掌门的带领下，我们定会早日助您夺回那六大灵牌，天煞会迟早会号令江湖。所以，小的们今日便提前为掌门祝贺，恭贺掌门早日成为武林第一盟主。恭喜掌门！恭喜掌门！贺喜掌门！掌门！恭喜掌门！贺喜掌门！恭喜掌门！贺喜掌门，恭喜掌门，贺喜掌门，高兴得太早了吧。你们果然来了，好啊，正好省去老夫去找你们了。今日老夫便成全你们。天煞会听令，取下二人项上首级者，重赏。
功夫，当真以为可以灭了老夫？妄想！新仇旧恨，一并了结。那就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如今黑煞已死，大仇已报，兄台今后有何打算？我说过定追随兄台浪迹江湖，成凶除恶。拯救江湖。